拉肚子拉不停，送急诊才知竟会这么严重。18岁的一个男性的案例啊，他就是一直拉肚子，他就觉得他是不是肠子敏感，所以他就常常吃就拉，吃就拉。但是后来他开始发现他越来越没有力气，而且大便开始都会有出血。他有一次来到急诊，他是拉到发高烧，而且肚子大痛来。我们诊断他就是溃疡性肠那个大肠炎，而且他还合并肠穿孔。对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